皮肤长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月无双和叶小龙长大以后的样子，想看的小伙伴们点个赞哦。众所周知，月无双她是一个包子妹，每天都在卖着自己新鲜出笼的热包子。可是我和学姐发现她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，将包子扔掉了。后来她出了一款换装皮肤，名字叫做龙享无双。准备好了吗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月无双长大以后的样子。觉得好看的小伙伴们扣波666。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叶小龙长大以后的样子。叶小龙他是一个侠客，你们看他的眼睛这个时候是黑色的，可是呢他生气以后他的眼睛就会变成红色的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看，这就是叶小龙长大以后的样子，很显然非常帅气。觉得帅气扣波888。小伙伴们，下来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合照，不错吧？下一期你们想看谁，写在评论区。